者吴俊峰台南报道，跨年进入倒数三天的元旦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台南市新化的虎头堤风景区首度推出一波20优惠方案，依照房型配置，住宿加上早午餐，每个人最低仅需740元，还赠送脚踏船游湖，抢攻2018个迎新商机，回响热烈。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依照湖畔活动中心的房型推出系列套票，采人头计价方式，双人或三人房每人840元，而四人房则是每人740元。结合风行的元旦迎新热潮，全力推广在地观光。观旅局专门委员郑道立表示，优惠方案适用于本月30日到新年元旦当天，内容包含入园门票、住房一晚、脚踏船游湖以及早午的养生清粥小菜与台南在地虱目鱼肚料理等二餐，相当划算。郑道立说，届时跨年的游客可选择到附近的左镇二寮看日出，亲睹元旦的第一道曙光，或者在虎头堤赏晨曦，同样感受迎新氛围，并顺道于园区内践行，都很应景。郑道立强调，新的优惠方案是该园区首创，若一家四口来算3000元有找，真的很便宜，推出以来反应热烈，由于房间数量有限，民众动作要快。除了住宿之外，虎头堤也提供露营的另类选择，还有专属的烤肉区，让大小朋友借由多元的体验方式，携手迎接2018。